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究竟有多年轻呢？5000年的文明创造每一件文物都是文化，时代的印记告诉我们将走向何处，成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9大博物馆在此集结，他们是即将迎接紫禁城第600个春秋的故宫博物院，包罗中国古代艺术万象的上海博物馆，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见证华夏文明多源头格局的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华夏之中上古文明开源之地河南博物院，以周秦汉唐四朝文明定鼎天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以荆楚文化大成的湖北省博物馆，传颂万年粤地长歌的浙江省博物馆，新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9大馆长首次联席坐镇，他们将打开守护多年的宝库大门，每个人甄选3件国宝重器，诚邀3位国宝守护人，但每个博物馆只有1件国宝可以入驻故宫的国家宝藏特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方琴馆长走进国家宝藏本期节目的主角湖北省博物馆。大湖之北，结雁江城，楚文化独领风骚数百年，欢迎来到荆楚文化宝库湖北省博物馆，我是这里看门人方琴。我们楚人的先祖是火神祝融，以火创造的文明点亮了荆楚大地的历史，24万余件历史遗存就珍藏在我们日夜守护的这个神秘文化宝库中。火与铜的共舞，创造出诸多精美的礼器兵器。我们相信先祖祝融最终浴火而生，化为神鸟凤凰，飞奔九天。峥嵘无息的时间长河，终将这每一刹那冲刷成永恒，铭刻在这里。文物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国家宝藏为每一件宝物寻找到一位诚心的守护人，演绎其动人的前世传奇，讲述一段赤诚的今生故事。湖北省博物馆24万余件馆藏，方琴馆长推选的第一件国宝是什么？他的守护人又是谁呢？我要守护的国宝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件的越王勾践剑，它就在这个展厅里。这么短啊！我估计大多数人见到他的第一眼都会觉得啊，就这把剑啊。这剑柄上镶嵌的是绿松石，这些环形这么密，这么精细，这可是2500多年前的锻造工艺，难以想象，太不可思议了。那是毛吧？是毛，毛应该跟盾放在一起啊，怎么跟剑摆在一起呢？
吴王夫差。哦，吴王夫差的矛啊。我估计大多数人只知道越王勾践剑，不知道吴王夫差。就是这把小剑，在无数的利剑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天下第一剑。我想，不是因为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超的工艺，而是它陪伴勾践历尽沧桑，卧薪尝胆，见证了那段沧海沉浮的乱世春秋。一把绝世宝剑，凝聚天地灵气，彰显王者气魄。大家好，我是段奕宏，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段奕宏。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段奕宏，我要守护的国宝是越王勾践剑。它通高55.6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而重量只有875克，不足2瓶矿泉水的重量。不仅如此，它的含锡量约为16%到17%，剑身千年不朽，剑柄处有11道同心圆，距离仅为0.2毫米，和现代机床的技术相比也毫不逊色。目前出土的越王剑有很多把，但能证明的是勾践的只此一把。这把越王勾践剑劈开了春秋与战国。我是段奕宏，我将带您进入越王勾践剑的前世传奇。越王勾践剑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春秋末年，公元前494年吴越交战，越国败，勾践屈身世无，沦为天下笑柄。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然而复仇强国之路又何其是漫长艰辛，是再次屈尊与楚结盟，还是休养生息以自强？大夫范蠡与伏同各持己见，王者之剑是中德出鞘斩赫赫天威，还是锋芒尽收匿藏于乱世？若剑有灵，他必定很想知道自己的命运。这一次，让我们跟随勾践剑一起去看看他的前世传奇。接下来讲故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勾践的王者之剑。剑有君王剑、诸侯剑、庶人剑。庶人剑是用来杀戮的，而君王剑是以天下为剑。我本就是一把君王剑，不出则已，若出则必须匡正诸侯，天下归服。然而这纵横捭阖的春秋乱世，早已是不见君王，只见城外。我的王勾践现在就是世人眼中的失败者，而我现在也只是一把
属于失败者的剑。楚国人赞美我，他们说越国的宝剑天下第一，而我堪比战卢。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我的王勾践的尊严。大王不可，难道你忘记了在吴国所受的耻辱吗？人受那奇耻大辱，就是为了复国灭吴，怎料如此不顺。不顺也不可，此剑乃是凝聚天地之灵气造就的王者之剑，是您王权的象征，显剑无疑践踏王者尊严呐。万大夫之言不敢苟同，眼下吴国进军中原之势越发强劲，我越国与楚国唇亡齿寒，若吴国再度破楚，下一个目标定是我越国。楚王惜此剑，若此时不献剑盟楚，恐怕再无雪耻之机。伯同大夫，你怎敢保证楚国可靠？当今局势，联盟皆图一时之力，他日若是楚国背信弃义，我越国又当如何自处？与其借以外力，不如自强不息，献剑无异于卖国。请问范蠡先生，我们可有充足的时间自强不息？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已经灭国。且问是谁在卖国，谁又负得起责任？一把宝剑待大王称霸中原，又何愁再造？剑，我与越国子民同在。剑，我远走楚国。剑，是生是死，皆为王者尊严。剑，是荣是耻，皆保百姓安宁。勾践，我的王，无论你作何抉择，我就在这里。献，此剑必须要献。若不及时盟楚，止住那吴国征伐的节奏，我越国的百姓又要惨遭涂炭。大王，寡人早已笃定，大夫莫要再劝。至于这剑如何献得既让楚王心安，又不引起吴王的猜疑，寡人还需好好定夺。大王，大王，你们都退下吧。父王，女儿有一两全之计。快快说来。与楚联姻。联姻？父王，把剑赐予女儿。女儿再带剑嫁到楚国，这样一来，既是献了剑，也保全了父王的尊严。绝呀！可那强楚之地，你这一去，此生便难再见。你一女子，不该担此重任呐。父亲切莫担忧，女儿出生于王侯之家，就该肩负此任。若舍我一人幸福，能保全父王尊严，百姓安宁，女儿也无憾。一女子
肯为越国做如此牺牲，寡人不甚钦佩。 这把剑是为越国和你越女所有。女儿明白了，知我者。 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的王，我看见了你的心，愿千年轮转。 月地长歌不散，我翘首以盼。重逢。这个剑出土之后有两个说法，一个是陪嫁，一个是战利品。我们这个前世故事当中，我们用的是陪嫁，这是应该是在情理之中。这个越王勾践剑呢，是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 出土的，那么出土之后啊，从剑鞘里面拔出来的时候，发现上面有文字，越王制作用剑的6个字大家都知道，但是另外两个字啊是谁，至关重要，但是当时不是很清楚，包括国务院宣传在内，一批当时国内顶级学者，经过3个多月的书信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定是越王勾践，那么这个越王勾践的出土当时是影响很大，越王勾践剑啊，在我们。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的连接。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一直到我们楚国，它是可以通过这样一把剑来讲述在春秋时期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风风火火的那种历史的场景。国立老师您好，哎呀，小段儿，方琴馆长推荐越王勾践剑的时候，节目组。 第一个想到的守护人就应该是你段奕宏。谢谢谢谢。我能守护越王勾践剑，真的是我莫大的荣耀。但我怎么听说我们节目组去找你的时候，你还犹豫了呢？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你犹豫什么呢？我是没想明白，我是想一个演员啊，在这种节目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现在想明白了。 所以就来了。你这个性能勾践也挺像的，我觉得他也挺轴的，要不然他怎么会卧薪尝胆呢？我们这个原来是让你演绎越王勾践的，你为什么没有去演绎越王勾践这个角色，反而你像是在为剑发声？是是是，越王勾践的故事有很多版本，我们也听了很多，但是我在想啊，这把天下第一剑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他心中的勾践，肯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选择越王勾践剑。以剑本身去发声，这可能是最真实也是最不真实的前世传奇了。那你说，是这把剑成就了勾践呢，还是勾践成就了这把天下第一剑呢？一定是勾践成就了这把剑，才能称之为天下第一剑。如果没有勾践的传奇故事， 我们只认为这把剑工艺做得太精美，是，的确是如此。如果说2500多年前是越王勾践赋予了这把王者之剑传奇的命运，那2500年后，这把剑的命运又将被谁来书写呢？哎，小段，你找到了这个人吗？我呀，今天请来了一位人，他能给大家一些答案。好啊。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段奕宏为我们开启国宝《越王勾践剑》的今生故事。1977年对越王勾践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在那一年，
他由专人护送到上海，接受了质子 X 荧光无损检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接受这种检测的国家级的文物。检测成果轰动了整个学术界乃至全国全世界，掀起了越王勾践剑的研究热潮。但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啊，许多意象还悬而未决。40年后的今天，就在国家宝藏越王勾践剑的二次科学研究将正式启动，主持这项研究的是一位年轻的博士。我叫江旭东，我所做的工作就是用科技的手段去解读文物的密码。越王勾践剑是很多考古人可望不可及的偶像，因为对于这个级别的文物来说，很难去再研究它，所以它的位置也没有办法去撼动。作为新一代的考古人，能够为越王勾践剑做第二次的科学研究工作，可能是我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啊，它们背后往往都隐藏了很多的这样秘密。我们想要去唤醒它，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呢，来听懂它要对我们说的话。越王勾践剑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在等我们。我们呢，不能再让他等得更久。有请越王勾践剑今生故事讲述人，湖北省博物馆文保中心副主任江旭东。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江旭东。多大岁数了你？我80后，刚满34岁。这就是叫江山代有人才出。过奖过奖。你是用什么样的高科技的手段研究我们2500岁的越王勾践剑？我们湖北省博物馆啊，利用这个最先进的科学检测设备，对越王勾践剑展开了一次系统的无损检测。这个也是啊，自40多年来第一次对它进行一个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哦。借着国家宝藏这个平台呢，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希望借此机会呢，能够再次开启对越王勾践剑的一个研究热潮。这国家宝藏除了能让国宝活起来，还能给国宝第二次生命。各位，越王勾践剑的二次科学研究正式启动。我这里呢，给大家公布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啊，就是带大家走进这个越王勾践剑的微观世界，去看一看。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放到500倍下显微镜下，我们看到的一张全景图。这张图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吧？没有。但是这个呢，是上千张的这种显微照片，我花了2个多星期时间拼接出来的一张剑身的完整的一个图，而且还差点把我那台10万的显微镜给报废了。显微镜也怕累。怕累，跟人一样，我也差点报废了。所以说的话，这张照片是非常难得的。这张照片如果放大了，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面看。这三张图分别就是它剑刃的部分呢，放大到50倍、200倍，还有500倍的图片。我们仔细看了500倍的图片呢，上面黄色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它的剑刃，可以看到了像树枝一样密密麻麻排列的这种结构。哦。这种结构呢，就是树枝筋。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好像有一些条纹，按照刚才江博士的话来推论的话，其实这就是勾践剑的细胞。细胞啊。我们把这种细胞啊，在金属里面我们叫它金像组织，这种呢就是一种叫树枝筋的金像组织，其实就可以对它的一个铸造工艺以及它里面的合金成分等等之类的都进行一个推测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就拿到了解开越王勾践剑制作工艺之谜的一把钥匙。第二个成果呢，我就想给大家解释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千年不腐。我知道一个说法，说这个越王勾践剑千年不腐的原因是经过了硫化处理。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说硫化处理啊导致了它千年不腐。但是呢，对这个观点呢也持一种疑问，觉得现在的话
没有确凿的证据，还是有待考证的。我们在这一次的研究当中呢，有一些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的话，是我们越王勾践剑啊，跟它同一个墓葬出土的其他的两把剑，剑身表面都含有硫，特别是下面那把剑很黑的地方含硫量很高。我们发现呢，有硫的地方其实腐蚀是更严重的，也就是说硫化处理根本不是它千年不腐的原因。硫化的处理是不是防腐，是助腐，对不对？对对。所以硫化处理这一说是得推翻。我个人总结千年不腐有三点原因。这把越王勾践剑呢，它不含铅，所以说它选材好，它没有被腐蚀。第二个原因，墓葬的环境也好。我们看到刚才上面的第一把剑，它也是金光灿灿的，同一个墓葬的，那就说明了这个墓葬本身来说对青铜器的保护就是很有利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越王勾践剑本身它在出土的时候啊还带着剑鞘，那等于说对它有一个双重保护啊，应该来说就是这三点原因促成了它千年不腐。第三个就是它的菱形纹是怎么铸造的。我们首先呢还是看它的菱形纹在显微镜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我们在50倍的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菱形纹，中间那个黑色凹槽的地方啊，边上面有白色条纹的这个部分呢，它是整体塌陷进去的。哎呀，我们推测肯定是它在铸剑的时候凹槽在这里面呢在填上锡。这样做出的剑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可能性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剑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剑，因为锡是这种银白色的呀，银白色，青铜它是金黄色的呀，那做出来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看它2500年前的真容。2500年还有就是这个样子。江博士，今天是每一个公布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如果不通过科技的手段，估计后人对于国宝本身的样子可能永远都蒙着一层纱。你太幸福了，我也很幸福，我们都是在最好的时间遇上了越王勾践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40年前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为我们检测了越王勾践剑，结果震撼了整个学术界。40年后，江博士通过科技的手段带领我们进入勾践剑的微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剑身金属组织树枝茎星罗棋布，宛若星盘，菱形纹褪去的黑色表面显露银色的光芒。我们探索着勾践剑无与伦比的浩瀚风景，也探索着先人无与伦比的智慧。这是时代进步、科技进步赋予我们的机遇，让我们能从另一个维度解读国宝，窥见历史。下面我们将为段奕宏、江旭东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二位宣读守护誓言。我是段奕宏，我是江旭东，我们志愿守护越王勾践剑，守护历史，守护中国剑魂。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湖北省博物馆24万余件馆藏，方琴馆长推选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呢？待会儿到了之后，我要守护的国宝是哪个呀？国立老师没跟您说过吗？国立老师就告诉我肯定是国宝。查一下，湖北省博物馆国宝越王勾践剑，尊侯乙编钟，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最后一个这个镇馆之宝云县人头盖骨，这是让我去认祖归宗。说起来非常惭愧，作为一个湖北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湖北省博物馆。哎，小撒你好。
我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馆长，欢迎您来到这里。您好，您好，馆长，我是要守护你要守护的古堡，不在这里啊。你有没有一种进了那个芝麻开门的那个，全是宝贝，真是。你要守护的古堡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在95号里面。这就是你要守护的国宝。我知道了。我们原来在北大法律系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中国法律史。对，必须讲到它。叫云梦情简。是在睡虎地。拿到一件文物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在跟古人对话。你此时此刻，你真的能够一下子穿越到2000多年前，和这个叫喜的官员，好像突然一下面对面了，这真的是一份太难得的缘分。我看看这个，里面有很多是这个跟刑法相关的内容。你比如说，它里面讲到非常细致的一些规定，撬锁，我们现在说的溜门撬锁。我们突然感觉现在回到了今日说法的感觉。在秦代，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们所抄写的这个法律当中，对溜门撬锁也有很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比如说撬锁，你是为什么而撬，有没有撬开，或者你正在撬的过程中被人抓住了，怎么算。所以通过研究这些法律，我们就能知道中国人的这种我们的道德观念，人和社会的关系，从古到今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成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千年竹简，见证华夏统一，国家宝藏，国宝守护人，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撒贝宁。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撒贝宁，我守护的国宝是云梦睡虎地秦简。在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考古学家在一座秦代的墓葬里发现了竹简。请注意，不是一枚两枚，不是只言片语，这一次发现的竹简1155枚，震惊世界。这座秦代墓葬的主人叫喜，他是秦国的一个基层官吏。每次一看到这些竹简，我就在脑补这样的画面：2000多年前，就在秦始皇即将完成他一统中国的大业的时候，在湖北云梦这个地方，有一个基层的官吏，每天晚上就着微弱的灯光，在筷子一样粗的竹简上仔细的一笔一划地写下他当天的工作记录。这一写就是几十年，写了4万多字。其实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于一个大时代，那是中国第一次意义上的真正的统一。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勤勉，因为他的敬业，使得我们今天的人有幸能够感受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和帝国崛起。每次想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让我心生感慨，万般的敬佩。那么究竟云梦睡虎地秦简是一件怎样的国宝，它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请允许我带领各位一起走进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前世传奇。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秦朝统一前夕。2000多年前的秦国安陆县，有一名叫喜的基层法官，不但熟记律令，更是隔三差五的就安排一个考核，
这次他要考核的对象是安陆县的两个小吏，乐和怒。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习大人好。哎，两位来了，今天我们考什么呀？这一年到头的天天考你们，本官也疲乏，你们也累。今天我们换个花样玩玩啊，咱们来玩个抢答怎么样？抢答？抢答题，谁答得快，答得对，没有奖励。谁要是答错，罚抄竹简20枚。我的天哪！抢答，这是我们第一次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我的题目，然后迅速作答。请听第一题。官员出差到什么地方领自己的口粮啊？去哪儿出差去哪儿领？好，答错啊，抄20枚。何错之有啊？情侣怎么规定的呀？啊，当官能这么随便吗？情侣规定，当官的出差必须自备口粮，不可多拿属下县乡的一菜一汤。请听第二题。如果官员调任，能否带着属下一同前往啊？可以。太好了，再抄20枚。错。这也不可。当然不可。你们可曾想想为什么这么规定？就是为了防止结党营私、贪污腐败。哎呀，你们刚才各答错一题，罚抄20枚。本官念在你们平时也算兢兢业业，给你们一个翻盘的机会，如何？再来一轮，我们来玩情景再现，如何？情景再现？怒啊！你来答题啊！你观看以下情景，然后找出当中违法的地方。乐，哎，跟本官搭个戏。当年本官之所以能够通过官吏考核，跟我英俊的相貌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夫君，嗯，娘子，来，哎，借一步说话，哎，哎，咋的？哎。你老毛病又犯了？没有啊。没有？刚才村口过个小媳妇儿，你怎么了？哎呀，那个口水流的呀，把俺们家的地板都洗干净了呀。不敢不敢。你还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呀？哎呀，你干啥呀你？啊！大人，家庭暴力你看见了吗？大人，请看，请看，我的耳朵被我的夫君揪裂了。大人，将我的夫君抓起来，判死刑。这个夫妻间的事儿我管不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夫妻间的事儿我管不了。你当真不管？不管。好，你不管，我管。啊？拿上。啊？罚抄。确实归我们管。那你刚才摇啥头呢？我说不该判死刑，应该剃光他的胡须和鬓角。对嘛，掌握法律非常不准确，但是本官今天心情大好，而且我又是个仁义之人，再给你一个翻盘的机会。再来一题。接下来继续观看情景。请注意，你可是乐？朕是在下。可乐啊可乐，找你好久了，吃老夫一剑。斩！哎呀，哎呀，哎呀，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哎，停停停停停，两个错误。第一，大街上斗殴有罪。第二呢，且大人砍掉了乐的发髻，应该罚你去修长城。
是谁让你喊停的？啊，答对了。啊，哎耶！刑法掌握非常准确，真是翻身了。再拿五十倍。不是啊，为什么呀？刚才你在现场吗？在。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他呼救啊？听见了。听见了。百步之内见死不救，重罚。不是，哎呀，喜大人，你这坑挖的也太深了。再说了，这法律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吧？像您这样，把几千条法律条文全都背下来，能有什么用啊？能富国强兵吗？咱们大秦能统一天下吗？两位，我常听有人这样问我，尔等区区官吏，既不重用兵权，又不坐拥天下，辛辛苦苦，为什么？别忘了，各国战乱，生灵涂炭。一个帝国的崛起，正是为了让天下苍生得以休养生息，而崛起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区区官吏呀。一枚竹简或许容易折断，但是当他们串在一起，就能聚集起强大的能量。废井田，种农桑，蒋军功，设郡县，统一度量。本官我抄下的这千百条律令，其实是因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他们正在改变秦国，正在改变天下苍生的命运。放心吧，我们终有一死，而这些竹简也必将会腐朽。但是这些律令背后的精神一定会延绵后世千年。云木睡虎的请柬啊，是1975年在湖北云木出土的。这批柬出土之后，当时毛主席还在世，他们马上有指示啊，就是把这个云木睡虎的请柬跟他印成大字本。但是他的视力不是太好，那么说明这个云木睡虎的请柬在当时的一种反响和一种影响。云木请柬体量之大，我想这个从弘扬中国的这一种文化，包括刚才讲的这一方面的书法文书，它那个称得上是秦代的百科全书。这批竹简出土之前呢，我们对秦国律法的了解应该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秦国它在商鞅变法之后以法治国，对于它后来的这个崛起，对于它后来的统一全国应该是至关重要。但是它的这些律令是吧，它是怎么推行的，怎么执行的，这个我们一无所知。云梦睡虎的请柬出土之后啊，让我们解开了这个谜。演得好，谢谢郭丽老师，演得真棒。谢谢郭丽老师。小撒，咱们不开玩笑，说一说你以喜的身份来守护云梦请柬，来讲述他前世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可能人的一生当中很难碰到这样的幸运，你能和一件国宝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了解他的前世，讲述他的今生。我对喜这个人，我最大的感悟是，其实他只是一个基层官吏，他特别巧合的刚好跨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业完成的前后那几十年里，每天就抄写着他那些秦代的法律规定，他的工作内容，一辈子几十年。就我觉得一个在这样去用心对待自己的工作的人，他是那个大时代的一个最鲜活的，但是又是最小的注脚。说得特别好，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当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小人物都在兢兢业业地做好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所承载的工作做到最好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喜的这个工作的精神，说实话放在今天也是我们值得尊重的。对，讲完了前世的传奇，那今生的故事如何继续？
今生的故事我再怎么讲述也是外行，今天我请来了一位真是应该站在这儿好好给大家讲讲这件国宝今生故事的人。好吧，我们就有请国宝守护人撒贝宁开启云梦晴简今生的故事。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讲述人，他是我北大的大师兄，正是因为他的双手才让云梦睡虎地晴简在上个世纪70年代能够得以重见天日，举世震惊。他的这一生的考古发掘甚至可以用传奇两字来形容。而我个人也觉得在国家宝藏27组国宝的今生讲述人当中，这位讲述人可以说独一无二。他的一生不断地与奇迹相遇，这双眼见证过越王勾践剑出鞘时的锋芒，2000年一遇绝无仅有，这只手温柔地拂去了云梦晴简的尘埃，澄清了历史，将真相揭开。他的身影伏案桌前，在一个又一个夏秋冬春不曾停歇。78年的漫漫人生，他与湖北考古事业紧紧相连，请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20世纪知名考古学家陈振玉。掌声请出云梦睡虎地晴简今生讲述人陈振玉教授，有请。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您好，大师兄。陈老。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刚才您没有上台之前，小撒说您是他的师兄。啊。我能不能冒昧问您今年贵庚？今年78岁。一个将近80岁的老者，让我一看，精神矍铄，这不说，一看就是特别有魅力。特别有风度的一个老者，是不是？北大人都这样，都这样。您呢？除了这个云梦秦简是您给我们挖出来的，您让我们知道了秦朝那个时候有这么丰富的律法，还有一件，您看他比了半天了，越王勾践剑，也是您挖出来的。这两件国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知道，应该是啊，领导支持，同事协力，还有啊各方的支持，一起把国宝奉献给大家。那是您1975年发掘的。对对对对。越王勾践剑是1965年。对。10年之后。对。您发现了云梦睡虎地秦简。对，而且都是12月份。好，都是12月份。您是怎么发掘出来的？对，他是农民修水利，都是发现小墓。这个墓葬的话，很奇怪。所有前狗发现的这个汉简跟楚简，跟其他时间的简，都在官司的头箱或者边箱。但是他是在关内发现的。哦，他真把他当宝贝搁在身边。对，有点不同。而且啊。把各种不同的书啊，有的放在枕头底下，还有左侧壶布跟脚布，那就是编年记写的自己的生平，总共啊是8组，一卷一卷的放进去里。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图，我就觉得特别震撼。对，按道理来说，竹简竹子它又不是像青铜器啊什么的，它好保存。你说2000多年了，它怎么保持的这么完好？中国有个谚语叫做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哦。睡虎地这个地方啊，水位比较高，墓坑里面呢，常年积水。它实际上泡在水里以后，它相当于隔绝了空气。对。反而它不容易氧化。但是竹子，它被水泡了这么多年，它也会
还保存完好吗？那绳子全断了。绳子断了。当时陈老他们发掘出来的时候，1155枚，基本上全是散的状态。对。我考考国立老师，你要是它串在一块儿，我们知道它这前后顺序。它全散了，这个拿出来，最后是怎么给解读出来的？这个我要有这能耐，我不就站在这儿了吗？我还跟你在这说这个吗？过去咱们的一般的清理竹简都是从上面一根竹简，那就编了一个号。我当时要清这个简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放得很有规律，不是那么随便撒的。这个竹简应该是成简放进去的，圆起来，对圆起来。那么怎么恢复原状呢？我就是采取像这竹简，这是竹简捆起来。那么如果这是头吧，它是这样转，这样转。对对。就根据这边先编号，这么编。哎，编完号以后，太聪明了。那么你还是从上面起，就要有关键的问题要注意，这个图号是几号？要把它记下来。你想这一枚是啊，15号。起这边剪的话，就给他一个15号。起这一枚是14号。14号。给他14号，到这来就是1号。所以正是因为陈老当时找到的这样一种编号的方法，才使得这1000多枚竹简最终能够更加顺利的被考古学家解读。否则的话，光是找顺序，可能就得耗费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样一个方法也为后面的考古学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古代文献的编号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您是一个传奇呢。小撒，我接下来问题要问你，作为国宝的守护人，你理解云梦请柬到底最大价值是什么？请回答。今天您要问到它对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价值，我再请3位嘉宾，我想他们一定能给您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你今儿带着一个团队来的。对，我们的国宝亲友团，掌声有请，来自武汉公安局的最美的青年汉警们。小撒，你就又让我不理解了。咱们讲这个云梦勤俭，对，您请上3位警察来，他有什么关系？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墓主人喜他是秦代的一个基层的官员，负责的就是法律执行和法律的解释。是。所以今天各位看到的是3喜，今天的3位在基层工作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内容还真跟喜当年的竹简记载的东西千丝万缕的关系。谁先跟国立老师说说？那我先来说吧，国立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劳动界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那么这个云梦勤俭里所记载的呢，有关户籍制度、人口管理以及法律宣传等方面的内容，现在就是我的工作。哦，云梦勤俭当中有大部分是记载的当时的秦代的这个户籍管理方面的内容。对呀、哎，怎么管理社区，怎么把人口进行控制，甚至包括每个人他的工作、纳税、服役的情况，全都清清楚楚记载。对。那你对你的社区了解吗？我所管辖的社区呢，是国信院社区，它地处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一共呢是有3356个实有人口，1302个家庭户，2个居民小区呢共有58个单元，其中包括7户9人的困难户，以及21位独居老人。确实，我们刚才在云梦勤俭中看喜也有这样的记载，有这样的记载，这让我惊呆了，真的是。你说2000多年以前，这个秦就有这么先进的意识和严谨的规章制度。对，然后中间这个小伙子，你也说说。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公安局的刑侦民警，我叫董盼。那么我所从事的工作呢，是对刑事犯罪现场进行现场勘查。勤俭里面呢，其实我们都有了解。因为我们在读警校的时候啊，在很多现场勘查的书里面都提到了勤俭。对，勤俭里面的风筝市里面有一篇关于穴道的案例，这个案子呢，当时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对现场勘查有详细和全面记录的文献。这个案子中呢，对这个足迹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对前脚掌的花纹密度、长度、宽度，以及后脚掌以及整个脚长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就是因为从秦朝甚至先秦时候，我们国家古人就已经开始把足迹学运用到了断案当中来，把足迹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来侦破案件。
所以我们国家的足迹学就是世界领先，这也是我们现在对勤俭文化以及对古人智慧的传承和延续。厉害吧，郭丽老师。那我们还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警察姑娘。大家好，我是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韩旭，我是一名法医。法医，哦。在勤俭当中，同样是跟刚才董盼说的这个风筝室里，也有一些关于法医现场勘查的内容。我觉得宋慈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吧？嗯。他所编写的《洗冤集录》应该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但是《云梦勤俭》中的这个风筝室，它是比宋慈的《洗冤集录》还要早1000多年。《云梦勤俭》中，当时就有很多对于缢死、他杀、活体以及首级的检验。最重要的是，它这其中有很多对死亡的判断和鉴定点，我们现在依然在用。其实还不仅如此，在勤俭当中还记录了很多在今天我们看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法律和道德的理念。你比如说最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勤俭里也有，必须明码标价。哦、啊、最早的规定必须见义勇为的内容，勤俭里也有。然后包括像这个审犯人不能严刑拷打，必须以德服人等等，这些内容2000多年前就确定了。如果让您来讲述勤俭当中给您印象最深的对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意义和借鉴。保护自然环境啊，环保。您说云梦勤俭里有环保啊？对啊，垃圾分类、电池回收。不，这些对没什么。哎，我们自个儿坐在这儿，咱们都想一想，2000多年前我们想找一块污染的地方都难吧。对，它怎么会有环保意识呢？这个勤俭的田地明确的记载啊，春二月不准呐、捕鸟，不准呐、抓野兽，也不准砍树。啊、哦、啊，到夏天7月份以后才开放，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在建设现代的生态文明是很有启示的。说得太好了，嗯，真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这么先进的意识和严谨的制度了。坐在这里看这个节目，是不是对我们的祖先更加敬畏了？我们要感谢陈教授，感谢武汉市英姿飒爽的青年警察们，你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人生中，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延续着云梦勤俭的生活轨迹和生命轨迹，让国宝和国宝蕴含的人文价值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守护人。接下来我们要向你们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你们宣读守护誓言。我是撒贝宁。我是陈振义。我们是青年探底，我们志愿守护云梦说服力勤俭，守护历史，守护律法初心。谢谢馆长。谁才能最终入主国家宝藏特展？每一位华夏子孙都有发言权，让我们一起守护国宝，守护历史。